流线外观，引擎盖与车侧折线十足肌肉感 ，LED 光条式尾灯营造魄力的视觉效果。外观部分，我们是以大改款的规格来全新打造年轻动感的外观，而在内装部分呢，我们也全部重新做一个改造哦，整体提升它的高级感以及科技感。特别针对这台车子，我们也推出了安心小资专案，那只要呢头款10000元。那另外呢，首年日付50元就可以轻松把车开回家。国产小型房车全新改款，不止外观内装呈现崭新风貌，更强调安全防护。车款首件7气囊的配置，并增加主被动安全设备。我们所有等级呢，全面搭载 VSC、TRC、HAC 等主动安全配备。以豪华版来讲呢，它一共搭载16项安全配备。那全面呢来守护我们顾客的行车安全。瞄准首购族、新婚家庭，小型房车再进化，期盼称霸国产入门房车市场。三立新闻李瑞成、廖静台北报道。